城外面是故乡。站上八达岭大唱抗战歌曲《长城谣》，马英九越唱越激动，忍不住拿起手帕擦眼泪，最后一句更是慷慨激昂。心里长城万里长。马英九登长城，头上帽子大大写着 KMT 国民党，非常显眼。北京行国王走访最具代表性的最高学府，我是台湾家在台北。北大前后任校长陪着导览校园，马英九在北大未名湖畔当场脱下西装，跟学生一起打太极。我只是好奇啊，您对于所有被邀请的演讲台上都做这一段，我觉得武功也有所精进。而马氏幽默还有这一段。小心的位置。座谈一开始，北大准备的开场影片传达浓浓统战味，写着两岸一家亲，跨过海峡本就同气连接，两岸同胞情谊绵长等字句。北大校长致辞也是满满中华情，两岸文化同根同源，海峡一心相通相连，家民间的常来常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。北京大学不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，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心学图强的结果。我希望两岸年轻人未来能够延续这份精神，和平奋斗，振兴中华。只是马英九访中，恐怕成了习近平操作和平统一的最佳样板。就以前大家都会说，哎，我们就跟他们打，大陆根本没有能力打仗啊。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发觉，哎，根本打不赢。对，马英九在天子脚下一举一动，是北京和平统一的助力，还是两岸和平的阻力？留待历史定位写答案。今天我问于嘉伟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